本次与真秋拍推出千千已和美国重要私人雅藏，精选30件华裔美国藏家之雅叙，温润谦和，光华内隐，正是他所流露的风雅气韵。常年沉浸于艺术领域，品味超凡，多年来严选慎挑，累积丰硕雅藏。清乾隆白玉碗，出自香港苏富比1990年春拍，通体光素，质地莹透，纯净无瑕，良材不雕，是存玉之武德，以示玉石自然之美及素简本质，在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上象征中国文明之巅峰与盛世。18世纪，碧玉双龙戏珠纹双兽耳盖瓶，出自纽约苏富比1980年春拍。碧玉色泽沉稳，纹饰古朴神秘，夔龙形象生动庄严，既保留仿古青铜器的贵胄风范，又融入玉座玲珑剔透的感官特质，颇具皇家风范。其来自高贵优雅的传奇女性，英国史宾莎伯爵夫人雷尼之收藏，18世纪白玉凤首带钩，及18世纪青白玉宝压水成，玉质莹润细腻，造型姿态颇具意趣，甚为精巧。身为戴安娜王妃继母的史宾莎伯爵夫人雷尼家世显赫，对艺术眼光更为不同凡响，展现欧洲贵族的高雅品味，也体现出中国文人审美意趣的奇巧雅品。青白玉如意福寿提梁花篮，出自香港苏富比1980年秋拍，取整料精良白玉琢制，以提梁与藤篮组成，饰以灵芝草、折枝菊花及展翼蝙蝠，将赏心悦目的五感美学表现到玲珑璀璨的极致境界。美国加州亚太博物馆建于1924年，专场中宋白玉坛子露乳凤青，最早为 Henry Ann Foster 抗力所收藏，后来成为美国加州亚太博物馆藏品，并展览及出版于1986年 Chinese Jade The Image From Within 一书中。玉质致密温润，主题典故蕴含中华文化之精髓，意蕴深远。18世纪白玉游龙感珠纹瓶，原为英国私人收藏，赴 Arthur Rosewell 收藏标签，玉瓶清淡高雅，沉韵盎然，打磨有致。场景高浮雕形龙穿梭于火焰祥云之间，追逐火珠穿腾于云海之中，为典型游龙感珠纹的搭配。此件辽代彩绘柳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坐像，为芝加哥亚洲传统艺术博物馆开幕展作品，负有博物馆创办人之亲签证明。尊像气质柔美，慈悲中透出清俊秀逸，风姿绰约。印度12、13世纪石雕湿婆及雪山神女，取整料石材雕琢，工艺技巧繁复精细，尊像神情庄严，姿态生动霸气，展现匠人精湛的雕刻功力，颇富异域风情，为典型侏罗王朝的造像风格。